嗨，你好啊，初哥 ，Ivan， 同埋超人李生 ，Hello。系啊系啊，见冇错啊，系啊。好啦，咁就咧望下先。好啦，拎啲睇晒噶，睇下啲留言应该。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咧时间咧嚟到系11:28啊。咁咧呢度亦都有最后一首歌咧，想送俾大家嘅吓。咁咧呢一首歌咧，望望喺边度先。好，嚟啦，呢首歌咧系要送俾一位朋友嘅，咁啊呢位朋友啦，希望你嚟紧嘅日子越过越好啊吓，咁啊继续努力。送给你的这一首歌，我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这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上高，但是他声称他自己会看回播的。好了，那送给这位朋友。心中忧虑，当天快乐。
这快乐为何来去而飞，像那天上白云炸离炸聚，是那深深关注由此不经意，顺河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起。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心中给你。最后的玫瑰，咁啊，既然你自己讲咗，又叫我唔好讲，又叫我唔好讲名，你自己又讲啊 ，Steve， 咦，艾力喎，嗨，你好啊，你好啊，欧文，hello， 唉，系啦，咁我好啦，咁既然你自己都讲咗啦，咁咧，我就讲啦，啊，咁啊，嗯。等我先啊，先啊，系啦。呢首歌咧，Steve 点嘅，咁咧佢都同我讲咧，佢话咧佢会暂时离开我哋嘅 live 嘅时间吓，因为咧佢需要搬迁去另一个地方，咁需要搬屋，咁啊需要一段嘅时间咧，都未必会入到嚟 live 嗰边咧，同我哋一齐去倾偈，咁啊同我哋一齐去玩，听我哋即系听小米唱歌，咁所以咧，就专登咧就点咗呢首歌，即系好衰嘅，明知我唱呢首歌就好容易喊噶嘛，就唉头先忍得我几辛苦啊，咁咧，将呢首歌咧，亦都送俾我哋阿 Steve， 咁啊，希望咧你喺另一个新嘅地方啦，咁啊可以继续去做到你想做嘅事，咁我哋期待不久嘅将来你继续翻嚟我哋嘅 live stream 一齐去倾偈。咁如果大家咧想揾阿 Steve 倾偈咧，都冇问题嘅吓，咁啊提留意下佢留言啦吓，佢咧平时咧应该会喺啲片度留言嘅吓，大家想同佢倾偈啊，想问下佢状况咧吓，随便喺啲下边嗰度揾佢嘅地方去留言啊，就同佢傾下偈咁樣可以啊，咁啊，所以咧就我啱啱就話啊，有位朋友，因為佢同我講叫我唔好講名噶啊，不過咧佢自己講咗就 OK 啦，咁我就照講啦。咁咧咁就阿 Steve 咧咁啊暫時咧，佢今日咧係睇埋今日呢一場直播之後咧，佢暫時咧就會暫時性地離開我哋嘅 live 住先嘅啊，咁就等佢安顿好咗之后咧，佢就会翻翻嚟我哋嘅 live， 会同我哋一齐继续倾、继续玩、继续唱歌啦，吓咁样嘅啊。好啦，小米着住呢件衫，即系你当我系一朵玫瑰花系咪？啊，Maggie 先song啊嘛 ，Captain 话系啊 ，Maggie 好中意呢首歌噶。危险催泪歌啊，系啊，冇错。当我咧喺度忍得好辛苦嘅时候，我就睇到大家嘅 emoji 就系咁流泪。我忍得好辛苦，因为我唔想我流泪，我唔想喊去搞到摧毁咗呢一首歌，去送俾我哋阿 Steve。咁所以咧，我要忍住，我不停喺度忍，不停喺度忍。唉，好彩吞翻落去。小米赞赞赞，好听，多谢 ，thank you。眼有泪珠，系啊，有少少出汗咁啊！啊，入到嚟第一时间 like 咗先，呢个系正确嘅态度啊 ！Owen， 好啦，咁啊，睇先吓，伟文就话咧，少少，全部都系个小字嚟嘅，跟住好多 emoji， 好感受到小米有唔舍得嘅心情，冇错。
即系你要知道，大家 keep 住咁长嘅时间都喺 live 度一个礼拜见两次，跟住然之后突然间，你同我讲话啊，我有段时间可能会唔嚟咧，其实我真系会唔舍得嘅啊，咁就OK，cool down。咁所以咧，就我哋期待咧，Steve 嘅翻嚟啊。Hello， 黄忠盛你好 ，Hello。睇先啊，好靓女，而家个鼻红咗啦，个鼻红咗应该就唔靓女啦。羡慕把声好好听啊，唱抒情歌最正啊，多谢 Dominic，thank you。是啊，冇錯啊 ，Bonnie Mark 話我哋有緣再見啦。係啊，因為其實Steve 都同我講話，其實佢都好唔捨得大家嘅。咁我覺得佢安頓好，盡快安頓好，都會盡快翻嚟嘅。咁我哋咧就等Steve 嘅翻來啦。到時突然間翻嚟咧，大家就可能好驚喜啊嘛。睇先嚇，跟住然之後咧，我都驚小米忍唔住，我忍住噶啦，其實，睇下先啊，去到邊度啊？睇到有冇聽過提早暑假？我有聽過全新暑假入邊嘅歌詞啊！小米不如哭，冇忍到 ，OK。多謝 ，thank you， 係冇錯，有緣再聚。Hello， 唐三藏你好啊，我係嚟自香港噶，唔好意思，有啲係咪有啲失望啊？我唔係大陸，我係香港人嚟噶。好啦，咁就冇錯，就係咁啦。大家话送多首歌俾阿 Steve 啊，好啊，冇问题啊。阿 Steve 最中意听嘅一首歌咧，我知道就系后来嘅，咁但系上一集唱咗，大家介唔介意听多次？Hello Jenny 你好，我哋唱多次后来俾阿 Steve 听啦，好吗？嗨，知音人你好。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
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我哋阿 Steve 咧可以喺新嘅地方继续佢嘅工作啦，咁啊希望佢嘅新嘅生活可以越嚟越好啦吓，咁啊当佢安顿好嘅时候，虽然唔知系几时吓，咁啊希望佢可以尽快翻嚟我哋嘅身边啦吓，咁我觉得大家都佢又好唔舍得大家，大家亦都好唔舍得佢，因为即系都直播咁耐啦，就陪伴咗我哋咁耐。系我知啊，你会翻嚟噶嘛？我知道。好啦，系真系有啲唔舍得嘅。冇嘢嘅。好啦，即系特登摆喺呢个 live 嘅最后咧，我系特登嘅。因为呢今天呢其实都因为我知道了很久了，其实我知道了一段时间，我就 keep 住呢都不去，即一直都没跟大家说这件事，然后呢一直呢终于去到今天了，就都因为他应该是不是明天还是后天，好像是明天是吧，就要飞了，咁就佢会飞去另外一个地方啦，
咁就佢即系重新开始佢另一种嘅生活啦，咁样嘅。咁所以咧，咁所以咧就，系咯，希望你喺新嘅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啦，吓。生活得更好啦，咁安顿好之后咧，就继续翻嚟同我哋倾偈啦，继续翻嚟同我哋玩啦，咁样啊，系啊，因为佢可能作息时间啦、性啊嗰啲咁会有啲唔同嘅，咁啊变咗咧就可能会喺 live 度暂时见唔到大家咯，吓咁样。咁啊，忍咗好耐噶啦，大家见到我今日成日都笑口噬噬噶啦，已经。咁啊，系咯，因为其实二月头我已经知道呢件事噶啦，二月头定二月中我已经知道呢件事噶啦。咁就因为阿 Steve 都有同我讲嘅，吓、啊、咁就系咯，系咯，啊咁大家就同阿 Steve 就讲声，啊26号啊嘛，即系后日。啊，咁啊，后日系啦，暂时嚟讲都仲系后日，系啦，咁啊，后日嘅，咁啊，系咯，咁啊，希望大家同阿 Steve 讲声暂别先啦，啊，后会有期啦，啊，希望阿 Steve 可以尽快翻嚟。阿 Steve 好似系冇微信嘅，因为我都系 WhatsApp 同埋 Facebook 同佢联络嘅。啊，咁你哋可以私底下睇下用咩方法去揾到对方啦，啊，或者你可以喺呢一个平时喺 YouTube 上面嘅留言上嗰度同佢倾偈啦，吓，因为佢应承咗话佢会继续睇嘅，吓，继续睇啲片啊，会继续支持嘅，会继续支持咁样嘅，啊，咁所以系啦，我哋今日就喺呢个咁唔舍得嘅情况之下咧，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即系喊到眼睫毛都甩埋啦，已经咁就已经掹咗出嚟啦。即系本身有对眼睫毛，而家都冇咗啦，喊到甩咗啦。大家应该见到头先突然间甩咗啦，湿到甩咗。好啦，咁就系。应该冇人同我一样，即系睇住我喊，跟住我喊噶系嘛？应该冇啊，应该冇噶系嘛？好啦，咁就好啦，去到呢度咯，妆都甩晒啦，我哋唔讲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多谢我哋阿碧彪哥啦，啊多谢帮我做转播，咁啊亦都我知道，我会 keep 住同佢联络嘅，大家放心吓。不过我哋喺 live 度见唔到佢咁解啫，我哋喺 live 度见唔到咁解啫，咁佢可能就暂时就唔可以喺 live 度同大家倾偈啫，都系咁样嘅啫，啊咁啊阿 Steve 都话佢自己会 will be okay 啊，好啦，咁就咧好啦，已经甩晒啦我个妆，啊眼睫毛又冇咗啦，这个眼线又冇埋啦，好啦，而家变咗细眼小米啦。OK， 好啦，咁我哋咧要睇边度？睇呢度。好，咁我哋咧多谢我哋保护艺人啦，帮手咧去做呢一个嘅drop 哥 ，thank you。咁啊，多谢我哋扣哥喺我哋嘅快手上高啦，系 keep 住咧，即系帮我照顾住啲朋友啦。吓，多谢你 ，thank you。咁就亦都。多谢大家赞助咗今晚嘅直播，多谢你 ，thank you。咁咧，喺呢个 YouTube 上高啦，我哋先多谢咗 YouTube 上高嘅朋友先啦。咁啊 ，YouTube 上高咧，我哋会有阿伟啦、阿 Lock 啦、Danny、Sam 哥、恋之预感、阿 Tim、Kita 哥，跟住仲有Captain、Danny、阿 Lock。伟明，多谢你哋喺Super Chat 上边嘅支持啊 ，thank you。咁另外啦，我哋咧亦都要多谢啦，我哋多谢容生，多谢郑小姐，多谢你哋嘅支持 ，thank you。多谢你哋喺PayMe上高嘅支持 ，thank you。
咁啊，另外啦，我哋有球哥，多谢球哥，球哥喺呢个微信上高嘅支持 ，thank you。啊，仲有啦，我哋要多谢 Danny 同埋 Simon 哥，多谢你哋喺支付宝上面嘅支持 ，thank you。啊，应该就冇漏噶啦，咁有漏咧就话俾我知下。私底下告诉我，我会感谢你，如果我发现了而我又没有跟你说多谢的话，我会找回你的，我一定会找回你跟你说一声多谢的，多谢多谢你们 thank you。 另外我还要多谢 Crystal 呢，在这个的，影片里呢就，支持了我，在支付宝里支持了我的，我都要跟 Crystal 说一声多谢 thank you， 多谢你。好了，我们今天在一个这么不舍得的情况之下都要说拜拜了，多谢大家今天来到试麦的 live， 我们下一次的 live 会是星期六的晚上8:30，我们星期六的8:30再见了。多謝 Tim， thank you， 多謝你，多謝你的最後的 super chat 支持，多謝多謝。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呢，我哋呢要講晚安啦，多謝大家，我哋星期六再見，拜拜。